用的我带点火药直接下去了。我们看到三个人上山了，然后两个人在家里。好，他准备进攻，那我就跟着他们一起，直接攻击山上的队伍。趁乱啊，我们直接去船那边搞波事情。哎，这里又摔了一下。山上三个，今天已经暴风雪之日了，也就是说今天时间拖过去啊，我们就有大把的时间可以赢。这里又犯蠢了，偏拿了，铁忘记放上面了。然后这里铁拿了，但是啊，这个船是没有工作台的。我们注意一下，这个船是没有工作台的。他说我没找到，我是找了一圈，从上找到下面，我开零式去看。